看宝宝们啥，爆浆麻薯，这个一共是三个口味，白桃、提拉米苏，还有那个淡奶油。这有八个的，十五个的，还二十个，你们能吃几个拍几个。视频下面有链接。妈呀，可爆浆了呢。提拉米苏的好吃。外面是梗啾啾的，然后里面就是那种细啾啾的口感。我爱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这个呢，就是我没化过的，长这样，化过的就会稀一点。外面这个皮儿就是很梗的，还有韧劲那种感觉，然后里面外面还得有点咸咸的。我是真的觉得挺好吃的，这个比我过年在商场买那个好吃。当早餐呢，下午茶呀都可以。那就准备看下面的链接啊。我跟你们说，它这是有包装的，每个都是独立包装，不是这样散装一个个的啊，不用担心它坏。